接下来是第六题，猜得出来吗？对。你也听不出来。我听不出来。好，下一个。我大概知道。嗨嗨嗨嗨嗨嗨嗨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今天厉害了，我们要做一些有关于声音方面的游戏。那今天我也邀请到我一个好朋友来跟我一起进行拍摄。那我欢迎阿毛。这次游戏呢是要猜出各大 YouTuber 的笑声。那我们大辉那边已经准备好题目了。那等一下会用一种抢答的方式来进行。阿毛，你这样 OK 吗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OK， 那让我们来进行第一届的猜笑声大赛。你对这次大赛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你觉得我新烫的发型如何？还不错。不错，有没有听到？那有没有男朋友？有。OK， 到这边就好了，后面不用问了啦。开掉，开掉，开掉。你对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？蛮简单的吧，我觉得我一定会赢。你烫这颗头花了多少钱？1500吧。不是，你现在留影吗？好，下题，下题，下题。你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？蛮轻松的吧，感觉阿毛不是对手。好，第一题哦，听好哦。好嗯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再一次哦。完了。没有，还有没有别人音档？再放一次。好，我换下一个，同一个人哦，同一个人哦，来哦。哦，我知道，白痴公主啊，是吗？白痴公主答对了，你看有没有？这声音好嫩哎。然后接下来是第二题，听好了哦。我知道。谁按的？谁按的？我按的，我按的。又是你按的？我按的，对，是我按的。鱼竿，对不对？答对了。我跟你讲，鱼竿的声音。太有标志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一个类似这样的声音。我找了三个，你第一个就答对了。那你放其他看看。好，那我要放喽，其他的。超好认吧？真的超好认。好，还有一个。这一听就知道是鱼竿的声音。你不觉得鱼竿的笑声真的很有魔力吗？魔性。再来第三题哦。太简单了啦！你这样让你啊，你都没有分数。再放一次，再放一次。好，这真的很简单。对啊。就那个百万 YouTuber 最近很有名、很红的那个九妹吗？九妹吗？不是吧！再猜再猜，很有名，最近很有名。最近很有名。对，很有名，真的蛮有名的。那是谁？蔡哥。不是蔡哥，真的不是蔡哥。再次。你不能放自己进去哦。没有，怎么可能放自己？答对了。小帮手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再来是我们的第四题哦，听好喽。胡子，答错了。有没有其他的音档？加一个。这是什么东西啦？还有吗？还有别的吗？还有最后一个，没有就没有了。感觉很耳熟，可是想不起来。啊不，有没有其他口头提示？口头提示。高频最帅，胡椒。哦，答对了。哦，不要那声音太那个了吧。好，现在的比数是2-2，完了，拉锯战哦，拉锯战。好，第五题。我知道。谁啊？就是蔡阿刚的小孩啊。你说蔡老贵啊？对，蔡老贵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太夸张了啦。还有其他声音吗？有啊。超疗愈，你竟然没有听过？他在嘲笑我。我之后生一个小孩再听，我生一个小孩再听。他在嘲笑你。大会报告，现在阿毛3分，阿佑2分。
不让喽，不让喽，没有再客气了啦。接下来是第六题，猜得出来吗？对。你也听不出来，我听不出来。好，下一个。我大概知道，我大概知道，你不抢我要抢了。是九妹吗？你要抢，你要抢的，来跟你讲。九妹吗？阿姆老超爱九妹的，答错。那我要抢喽，抢喽。原来是蔡哥的部分啊。OK OK， 答对。再来是第七题，听好喽。我想要白痴公主，可是刚刚已经在对，这她的声音跟白痴公主其实有点像。好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对对。好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兄妹，不是兄妹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有还有个哥哥，那他是谁？弟妹。这样分数算谁的？给他。好，他的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题，好好把握啊，各位。太简单了吧？请答。好好。答对了。耶、yeah。对呀。他的声音超好人。四比四平手。哇、yeah。最后一题，请各位好好的把握。哎、欸，做什么？让一下啦，紧张哎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是的，船长。最后一题，听好喽，听好喽。我知道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就黄大千。对呀，不要我说了，答对了。就是大千的声音，我超爱看大千的。太过分了啦！等下，要是现在是可以公布成绩喽？没有，是恭喜我们的阿毛同学。这次获胜的感想如何？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还简单。那你觉得阿佑有实力？我真的不想讲。惩罚。OK， 输了没什么话好说，只惩罚来。弹额头嘛，没有就怕啦。可是我不太会弹哎。那我来代劳，我来代劳。这不对吧？我可以。不行吧？可以，没有，那不一样耶。他决定。我觉得不错。没有，就怕啦。那你就说来，我们现在惩罚哦。额头露出来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就怕啦。还没。不要躲啦。来，打。没有，就怕啦。打。没有，就怕啦。哦。啊。好玩。很痛啊！很痛哎！没再跟你客气的了。有红吗？看得出来吗？不知道，可能等一下才会红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啊！对于这次战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其实说真的，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哎，所以这次输了，蛮压抑的。你觉得阿毛漂亮吗？还真的不错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输在美色了。